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台股直播室成功多一次，非常感谢所有朋友利用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个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收看台北股市的一个开盘。那首先一样我们很快速看一下加权指数，目前呢开盘涨33点，那万一啊，真的万一11000点，现在报价11004点。那么呢，接下来该怎么看？接下来呢，第一个各位一样特别是新朋友欢迎各位你可以到我个人的 FB 就是脸书脸书上面，因为是公开的，你不需要参加好友我再讲一次不用急啦，就是你如果有使用 FB 的，那你就到我个人的 FB 上面。那么呢，因为是公开的，你加不加好友都不重要不需要啦，你不需要参加好友。来，各位请看这是我个人的 FB 啊，你就上去看。那上面呢，一定会有我们每天像昨天是不是5月21号礼拜一，对不对？我会把每天的研究报告，我们给成员之后，我会把它贴在上面，因为是公开的，各位都可以看得到。好，来，各位看一下为什么要让各位都看得到？第一个，所谓的人为镜，明得失，我不代表我永远都是对的。那么呢，不管对跟错，我就清楚跟各位做表达，那你自己去做评价。这个模式到底适不适合你？如果对你有帮助，那就照着做。假设你觉得说萧明这功力都不好，那也没关系啊，你就当做一个负面表列他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先看第一图第一图是指数跟我们 PSY 的联动关系，对不对？好，再看第二图。第二图我们是针对单一第二图下方不好意思，下方。第二图呢，我们是针对单一个股，我们的成员提供我们接下来的做法。第三图是针对国际股市来，就道琼，就针对道琼5月21号晚上该怎么看？各位，你告诉我，昨天大涨涨了将近300点对不对？台北股市去40点，但是昨晚美股涨了快300点涨了超过1.2个百分点，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涨？好，来看底下，我们昨天一样在这个节目不跟各位报告吗？它不是乖离的，它叫轧空，它酝酿这个轧空酝酿两个礼拜了，超过两个礼拜了，就是要轧昨天晚上这个空单。那么轧了这个空单，接下来之后呢？接下来稍待我会帮你做说明你说那今天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呢，你就看第五图。好，各位请看第五图昨天研究报告的第五图。好，各位也可以到网脸书上面成员你都有收到我们每天的研究报告。来，各位请看，这个叫强弱关键，对不对？我们就把过去这几天，那么什么叫强弱关键？就是你把当天当天最主要交易量，就是交易量单一分钟最大的，把它标示出来。5月17号分别是10928，5月18号是10870，那昨天呢是10915，对不对？好，所以呢，只要在这个位置点位的上缘，代表怎么样？它当天是走多方的；下缘呢，它是走空，它就走弱。那提供你做一个参考。好，那回过头来，阿达今嘛够再来别安暖，那好像没够再来别安暖，11009点，我想偷看一下我的 PSY 姐，你说还要偷看？要啦，因为我要发简讯啦，对不对？那因为是早上的节目，来，我们先看一下目前台北股市刚开盘，好，加权指数11006点，然后台指期10976上涨11点，然后 PSY 46.3还没到47.04，来，各位你自己做对照所有的朋友你自己就把它点出来好不好？你把 PSY 点出来那就照着做好不好？那整体上我就发简讯给你了，你就依照我发给你的。照着我发给你的通知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如果 PSY 负50，那就是做多，好不好 ？PSY 的是负50，那就是做多。那倘若呢，正50呢，就是个放空，好不好？万一来，我们看昨天的研究报告来，万一什么叫万一？就是万一
什么叫万一？万不都都好吗？不是，一万一千点哈。如果一万一千点，啊，今麦有一万一千点哦，今麦有啊。啊，今麦 PSI 刚好正五十，还不到啦，再稍微等一下哈。如果有到，我就通知你，好不好？现在是6.67哈。万一如果 PSI 有正五十呢，那怎么办呢？啊，就空，好不好？为什么要空？因为呢，你为什么不现在这一秒钟就空？不行，我就是要空最高点，就这么简单。我做多，我就是买在最低点。那你这位搞，哇，立马帮帮忙。来，5月21号是不是礼拜一？始为镜叫做什么？知心替嘛。同为镜呢，才知道萧伟民扣子忘了扣嘛，对不对？欧北来乱七八糟嘛。好，所以呢，来，这上个礼拜三，5月16。5月16号是不是 PSY 启动布局？那请问要布什么？当然是布空啊！难道会是布多吗？哎呦，小明，5月16跟今仔日你已经输到光去啊！你乌白讲，哪有输？是赢哎、欸，哪里输？那、啊、你是做多做空？当然是做空啊！5月16，那有可能是做多？正五十。就是空5月16，白纸黑字啊，无敢会使黑白讲啊！你萧永明 FB 该起出来看，难道不是当天的吗？来，那5月16空怎么会赢呢？啊，你告诉我，5月16一千多 PSI -50是不是要多？啊，这是16，啊，都是17，啊，这刚17，啊，你搞讲啊，这17这是做多的呀，放空的呀，不然你给我看一摆，16。啊，17当然嘛是较空，啊，无敢有人讲甲17甲做多。17号空，空到什么时候？我看一摆，啊，这咪18，啊，是抬个价，来往底下看，啊，这咪-50，啊，-50啊，这还多，那在做掉啊？你管伊今仔起几点？相信你讲的，谁告诉你今天会涨的？来看着他，小有名，你给我开始学白讲啊！这明明起35点，来啊，我们来。来啊，那你告诉我，现在是9:07啊，那你告诉我今天1:30是涨是跌、啊、那就黑白讲嘛。来，用 PSY 做主好不好？然后呢，你就照着做。来，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哈、哦，阿丽来别跳，台北股市是领先指标啦，好不好？那所以呢，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出手啊，所以我想说我可不可以第二段再讲？来，各位先看一下，我现在不讲哦，第二段再讲内容。这是国际股市，我只讲一半哦，另外一半下一段我再讲哦。这是国际股市过去六个月哦，你注意看哦，过去6个月。好，我分别把这6个月以来的最高跟最低标示出来，没有错吧？然后呢，最高跟最低的价位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呢，我在这个价位画一条平行线，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还没讲完哦，还有第二个。那你一定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画这里？那如果在这里怎么办？对不对啊？对，好来，如果是这里都还没发生，安尼 OK 吧？就假设今仔日是伫遮啦，哦，啊就还没发生，好来，一样。同样的事哦，这20年来全球股市都一样啊，奇怪，这么简单啊，就大家不愿意就要用一些很复杂的，什么叫移动均线，什么叫季线，什么叫扣底，那胡说八道。我感觉我有资格讲这句话，你知影未？我做20年嘞，我做21年，做分析人员21年，来，啊，这里有没有错？这里要错我随便你，啊，你只要告诉我25、23、8是做多半空啊，做多而已啊，我听你胡说八道，你搞假啊，那你教我，我没有那么复杂，我只告诉你，复杂的事变简单，这个叫效率，没有了，好，再看着它，然后再来，还没讲完哦，你说，那来来再来，那如果呢，如果是这段跟这段呢？那保证是这里吗？怎么会有错？那24632做多呀，半空呀，没有做多呀，
半空而已啦，这边做多而已，你在讲什么？当然是空啊，怎么会是多？用下面你空24632，现在明明是25013，你讲不是你这里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较分去啊？你到底是你嘛较认真一点，你嘛较认真一点，好不好？这是针对接下来今晚国际股市，你到底该怎么办？啊，你给我看无？哦，我看无，你有存一波会使救你呢，叫做 PSY 啦，无啊啦，你没东西可以救你的啦，我已经尽量帮你了，好不好？这个礼拜我一个月最多只办一次讲座哈，跟过去不一样哈。过去我大概办了2000场以上的说明会了。那后来呢，近年呢，我大概一个月最多只能办一次，好不好？这个礼拜的礼拜天哈。早上会在中壢，下午会在台北。那么呢，为了接下来的端午节，端午节叫粽，要怎么粽？你听一下哈，你这边哪个无赢？我尽力了哈，我也没有无能为力了。来，今年我们进场的第一档股票叫6176的瑞银，对不对？好，这是当时的报告，不是现在了。当时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如果瑞银持续是成长的，那么我在十倍本益比以内，红色那一条叫十倍，建议我们的成员去做买方。我现在讲的是过去哈，给你一个月代金，那一定会赢。好，我们就直接看答案就好了。所以一档准刚起高票叫瑞银，阿五牙不保证赢，只有一档股票。好，来第二档叫真鼎。你要注意看喽，真鼎我们的看法，如果低于12倍本益比，叫做低估，叫低估。它不但低于十一倍，并且来到9倍本益比，在当时，我现在讲是当时啊，它该怎么办？啊，就买进了。好，来，这个叫真鼎，这个叫真鼎，这个叫真鼎。六年无，你一定赢，我看一遍，这是当时的报告。是不是？我这是十倍啊，这是15倍啊。啊，来十倍嘞，十倍那个时候了哈。啊，有去不？绝对去。你再看一次，绝对涨。我一定是股价压回才带你买的哈。再来，第三档股票叫联发科，你还够卡贼。那联发科，你的机会又来了。好，各位请看。与其哈欧北共了，欧北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始为镜，知兴替。联发科叫一代拳王，好，即故为。是联发科的董事长讲的，不是我讲的。好，这是一家机构哎，联发科就是一代拳王，就是拳王。好，以联发科为例，你只要告诉我20倍本益比以上去买联发科是对还是错？这得嘞，得耶。如果联发科有机会，本益比来到12倍呢？那当然站在买方啊，所以来。我们的第三档股票叫联发科，联发科你进场，你一张大概压70000块了，你一张啦，啊不是这样子，我赔你嘛，不是安尼，我赔你，这里大家就走了，对不对？走了去买了什么？不是买了鸿海跟台积吗？没有错吧？啊，起码是不够登在这些点位，那你说怎么办？那如果联发科是持续跟这个时间点看成长力道是一样的，那这里你就要乐观。那反之，倘若是比较减缓的，那你的看法又不同了。所以一定以获利能力来做评价。好，再来，过来是我们的鸿海啊，啊，鸿海的 Bingo 共啊，2317，鸿海就最近的事了。来，鸿海反正就是这里买就对的了。安尼好不好？阿里马西啊，所以这个礼拜。我就讲一摆哈，我刚跟你讲一支股票，这次讲座了哈，我会只跟你讲一档股票，就如同今年元旦到今天哈，包粽，端午节就是包粽，我都一直跟你讲包粽啊，啊你有挂一撮缸，你得挂一撮缸，包粽，欢迎各位稍待，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怎么包粽可以跟我们服务人员预定啊，这个礼拜天。讲座的座位，我们马上回现场。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
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积飞万点，够旺发财。TSY 高涨不空 ，TSY 低点翻多。战斗营步步为营，战斗营档档涨停。顾德投顾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多也行，空也行，行情任我行，向上跳，向下跳，精准跑不掉。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电话拨通财运亨通，请拨02-2578-3000，2578-3000。积飞万点，够旺发财。TSY 高档不空 ，TSY 低点翻多。战斗营步步为营，战斗营档档涨停。顾德投顾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我要跟你分手。不，不要。从现在起，三个要，五个不，预防禽流感。勤洗手，确实消毒。鸡肉蛋要熟食，要买合格标志的禽肉蛋制品。不生食，不购买，不自行宰杀，不喂食，不接触。三要五不，勤防护。人间处处有晴天。各位朋友，大家，蔡姐，你好，我，你好，我五秒，我发个当冲空的点位了，好，来，好，发了，好了，各位稍待两分钟内你会收到哈，就照着我发给你的通知操作。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加权指数来到11021点，正式哦重返11000点，叫万一开始登来满意了，该怎么办？我的看法呢，第一个，你针对国际股市你要看对，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国际股市持续看涨的，就是今天已经啊嘛好，甚至是这礼拜哈，它一路是看涨，那你当然针对台股你要站在正向了，我国国共健康好，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它是个整理结构，那你还是要适度多多去留意。那我尽可能帮各位把复杂的事变简单。好，这个礼拜，这个礼拜，这个礼拜哈，我们的说明会呢在礼拜天的早上会在中立，下午在台北。那么这个礼拜的讲座内容总共只有两个，好不好？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会跟你报告一档股票，我跟你讲一支股票，好，啊，那支股票我的看法。无五成，毛七成的涨幅，啊，我讲到这坦白了，啊，所以你务必要报名上课。那你说会赢吗？啊，你就告诉我，今年到现在你哪一档股票没有赚钱就好了，你全胜。你多一支股票对我做个单，你了解无呢？你无怪一支是输的呢，你逐支拢赢的。那你告诉我哪一档赔钱啊？我通知你买的到现在，你每一档都赢，安尼 OK 呗？我就跟你讲，端午节叫包粽，包粽，就一直到端午节，啊，你就可以出场，安尼在里面。端午节不用进去啊，你就结束啊，你就放到端午节就对了，就包粽。我的看法，最少应该五成的涨幅。我只会跟你讲一档股票，你讲了清楚不？一档股票，好，再来。第二个，这次的讲座重点要跟各位做反转指标的教学。那么反转指标里面如何去运用？你可以知道说指数来到高档要小心要提防，那低点要乐观，好，你就照着做，就如同这样这么好啊。台指期报价哦10998，七三十五点，那你该怎么看？来，这个礼拜的讲座我们会有反转指标教学，好，回过头来我就不再提了哈。来，我们先看国际股市哦，很重要很重要，就重要哈。各位请看哦，这是昨天啦哈，其实昨天我们在上个礼拜就已经提过了。第二图就好，不，第四图哦。我们在上个礼拜不是昨天哦，这个在上周，包括在这个节目里面就跟各位报告了。也就是说，
美国股市它已经表明了它是走一个轧空，这个轧空，这个轧空，哎，给你哦，轧过24920，你就要踩刹车喽，你多方就要踩刹车，因为空方会在24920以上认赔出场，还猜没？一点认赔啦，可是认赔完之后呢，你要提防新一波的大整理又开始了，用真的吗？真的啦。本可以青菜价为甘可以欧北共，来各位看着他哈，你可以看到今天到萧又明的 FB 好不好？来，我该发的简讯我都发给你了哈，你就照着做。那上面会有今天的研究报告，好，你不用参加好友了，我不会说什么你一定要参加好友啊，他们参加会员不用了，你就上去看每一天的每一天都在上面，好，我每一它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看。来，我们先看。国际股市，各位请看了、哦。国际股市，我们把今天、昨天收在25013点，我们去观察到今天截止，往前看哦，最高点是不是26616，最低点叫23533。我想几家，恭喜拜哈，你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然后我帮你把复杂的事变简单。啊，你听得对就听，听没对，我尽力了哈、哦，来。各位请看，平均交易价叫25074。我的看法，这个25074哦，突破往上涨，这个几率几乎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啊。公了，请撤位。就是说，它往上，今天是不是在25003？也就是说，它今天突破25074，并且直线往上做攻坚，来挑战26616。这个在过往的案例里面哦，几乎啦。很难可能发生啦、啊、你说真的吗？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25074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观察点，也就是空方最主要的主角点，一定会压在25074。纵使要涨来到这个位置区，他也要演个戏，那个戏一定要演的，你用几只鬼不可能，不管接下来要涨要跌，第一次来突破这个25074，你要提防，接下来一定会有个整理，因为它是最主要的结构。你一定问我说：“真的吗？我们不提过吗？”始为镜叫做什么？叫资金替嘛。所以你如果拿今天往前看，是不是这个点跟这个点？可是反过来讲哦，如果不是这个23533呢？好，那你就我们往前看，一样的道理嘛。因为有这个轧空嘛，它才有这个突破嘛。所以你把往前推哦，举例哈，来，假设这里没有发生，这最低点在这里，它往上，这是不是急涨？那请问这个点该怎么办？这个点做多吗？这个点做多会赔啦。为什么这个点做多会赔？来，你搞讲，我下面这个点做多会输，这个点做多那我扣两赢，因为这个是当时最主要的主节点，在得多少？25238，一那我扣两直接过，还是无扣两的代志。这比较贵，我告诉你，这个不可能会发生啦。这里叫26616啦，这叫23860，这个点贵，我这个指挥棒，我怎么吞下去？我看20年啊，你说，真的吗？好了，你继续看，一样的道理。来，各位再看，好，当这个点没有过，是不是下来？然后这里是不是要往上做攻坚？今天是不是来到这里？啊，那你是直接看到这里啊？那你就要回答我啊。来加，做多做空，加没在底下做多啦，可以做多，可是不是在这个点做多，要压回才能做多。为什么？因为一样，你往前推，最高在哪里？在这里，最低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呢，这个跟这个，那不是24632加，我赶快指挥棒兼滑鼠，我给它吞下去。啊，你只要回答我啊，这个点是做多做空的话，啊，加做多，我做多跟加我赢，你胡说八道，你胡说。我讲真的啦，我尽量帮各位把复杂的事变简单，这个叫效率。这个礼拜也不用讲那么多了哈，这个礼拜的礼拜天，我会在中立，我一个月只办一次哦，我现在没有办法像过去每两个礼拜就排一次北中南讲座哈。礼拜天早上会在中立，礼拜天下午。会在台北，那所有朋友一样哈，你就把你的 PSY 点出来，然后呢，依照我通知你的，我通知你什么，啊，你照着做啊，怎么做？
啊，你哪有可能袂赢？你一定讲赢，不但赢，你会大赢啦。OK， 不但赢，你会大赢，因为你叫端午包粽。感谢大家，在这里也祝所有朋友很重，很重，很重，一定会中。我们在讲座呢，我会跟你报告一档标的股。那么接下来我们做反转指标的教学。那么欢迎各位稍待啊，我们进一段啊，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那么也祝所有朋友阖家平安，身体健康，操作顺利。谢谢你，拜拜。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超强名师阵容，直播现场即问即答，盘中及时为您解答。即日起，每天早上9点开始，敬请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多也行，空也行，行情任我行，向上跳，向下跳，精准跑不掉。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电话拨通财运亨通，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积飞万点，狗旺发财 ，DSY 高档不空 ，DSY 低点翻多。战斗营步步为营，战斗营挡挡涨停。顾德投顾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快乐战斗营，实战我最行，多也行，空也行，行情任我行，向上跳，向下跳，精准跑不掉。台股战斗营多空实战班，电话拨通财运亨通，请拨02-2578-3000 2578-3000。您好，我是王浩，恳请支持好议员再出发。台北市议员初选，中山大同民调，请唯一支持王浩。